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运动时间到诶，我是江秀菊老师。我做书篇呢是许继文老师，有书少爷篇呢是沈芳如老师。欢迎大家听听俺三妹老师来做强腿功，一下俺二号个是后坐步、老虚步。好，俺开始呢对弓步开始做哈。好，弓步预备，弓步左弓步，按左按先左左偏的哈，还有就左腿在前面，就是左弓步哈。好，左弓步按掌，要先看完三下做连续动作，一后坐开脚，挑起托掌，扣脚盖掌提臂。左旋虚步亮掌，好收，好，现在呢跟着我们一起来一动一动的说明手脚的变化。好，从弓步，左弓步，好，左弓步按掌，记住我们左腿脚尖朝前面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右脚大概脚尖朝45度的方向，膝盖微曲，右手按掌，按掌手腕对肩膀的高度，好，左手呢在对左大腿的摸背，弓步按掌，好，然后做后坐步，第一动嘿，丑都。左脚抽后了以后呢，稍微一点点的右转腰胯，用胯带动我们的右脚，脚尖打开大概70-80度，好，然后第一动是脚打开来，好，打开来的听一动，移重心对左脚，移到右脚，先注意看啦吼，移重心的时间呢，唔要按呢坐落去哦。你看按呢坐落去吼，你看按呢右脚的膝头就往内弯了，往内了。按呢往内吼，按呢膝头基本就会受伤。故说按呢脚变化个汗呢，注意嘿膝盖对着打开来，膝盖打开来对着按对着按呢右脚的脚尖对着它同一个方向。好，所以好，第一动开脚了，往后坐，膝盖对脚尖往后坐。好，坐个下呢，轻轻按呢坐树，慢慢的按移重心个下时间呢，慢慢的抬起来，抬到定坐后，肚坐后以后，按呢左手也正好抬起来，手腕舒腕哈，同俺的肩头轻轻按高，要竖把掌呢，掌心向俺切噶，脚手指头嘿稍微往上，将托起来，也做竖，左脚对面前的虚脚做竖就托起来，右手呢就是掌心朝下，放在俺的做竖的竖掌的旁边，好，来俺看连续动作哈。好，弓步按掌，好，一转腰开脚，好，移重心移过来，一面移哦，注意一面移，按呢左脚的脚尖啊翘起了，轻轻的抬起来，用脚掌放在地上，好，要脚的变化，好，一转腰开脚，二移重心。前脚脚跟贴地，脚尖起来，然后左手呢慢慢的抬起来，掌心朝上托起，要都是后坐步。你看后坐步个哈，身体尽量要左脚的脚脚往内收，身体尽量朝前面，然后右脚跟膝盖朝着右脚尖，好，坐稳来，要还后坐步。比如说人家右脚的抬脚臂动起来，好，动实力，这就训练我们的腿部肌肉。好，下面一个是做虚步，这个叫做后坐步。虚步呢，
啊，先来看脚的变化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看脚的变化。第一个，右转腰，右脚，左脚扣进来，好，右转腰扣进来。然后呢，再一个左转腰，从左转腰把我们的左脚提起来，再轻轻点地。好，提起来以后再轻轻点地，这是左手脚的变化。好，来看看手怎么跟着变化。后坐。好，右转腰，右转腰扣脚的时候，好，人家做脚弯进来的时候呢，哎，那做数就盖掌，盖到我们右手的手臂、小手臂那片，好，盖掌，但是不是真的放上去，只是盖下的动作啊，盖下来啊，那好，所以第一动，右转腰扣脚盖掌。再稍微一点右转腰，把右手提起来，提臂，提臂。所以第一个动作有脚跟手的变化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次。好，后坐。一，右转腰扣左脚，左脚脚尖扣进来，坐数变好了，好像盖在我们的左手右手臂，然后右手再提臂起来。好，第二个动。要转回去，左转腰的时候，左转腰，脚抬起来，提膝，提膝，旋掌，提膝，旋掌。好，第三动，轻轻点地。好，刚刚看到我们第二动比较复杂一点是，那左转腰的时间，好，那右手呢，本来提臂，本来掌心，右手的掌心向面前，随着那。往左转的时候呢，右手慢慢的变转了，变转的变动，右手的掌心朝外面，啊，那旋掌，旋掌朝外，朝外，好按呢，好，那看，嘿，那咒术，那咒术呢，就轻轻按呢，画一个圆，画一个圆，在我们右大腿的旁边，画一个圆，右大腿旁边起来，然后轻轻的，轻轻的点地。点地下去，好，来看看，来连续动作哈，从后坐步，好，右转腰扣脚盖掌提臂，左转腰提膝旋掌，轻轻点地，好，这是虚步。然后点地的时候呢，两个手要往外，两个手再往外撑，让我们前面保持一个圆的样子。好，好，收。好，呀，比如呢，那看前出的位，对正面的走哈，正面的走。好，弓步按掌。好，压住后坐步，转爷位，把右脚。脚尖打开来，移重心都右脚，手慢慢的抬起来，然后左脚跟脚尖也翘起来，那就后坐步，好，记得喽，那右脚的膝盖会对到脚尖，好，独立虚步，右转腰，左脚扣进来，左手盖下来，右手提起来，然后。再一个左转腰，左转腰，右手旋掌，右手旋掌朝外，反过来，慢慢反过来啊。做数呢，把眼前呢，把吹气啊。好，第二动，左转腰旋掌提膝，轻轻点地，两臂撑圆，这个就是虚步点地。好，收。呀。来，再个示范，连续示范一次，哈，做连续动作，看看腾腾看下做。好，从弓步开始，左弓步哈，左边弓步。好，一，二做后坐步，转腰开脚，移重心都右脚，慢慢的做脚个脚趾内去了，脚趾内去了，坐树挑起来。像拖掌、托盘一样啊，拖着，掌心看起来，右手的手掌心朝下，手掌
用到俺做书的书掌啊旁边，这个是后座部。好，虚部往左转腰，往右转腰，右边转腰，扣脚，盖掌，提臂。好，左转腰，旋掌，旋掌提膝，轻轻点地。好，收。好，注意看，我们刚刚从弓步变后座步变虚步，一样的身体的高低绝对不能够起伏，一样的维持高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因为都是一直在左边先做，所以这个右腿会非常非常的吃力。不过你记得一定要记得一点动冲腰的事情，不管做哪个步伐变化，一定要注意到膝盖膝头一定要对到安呢脚尖，脚尖。过完呢，俺身体一定要张，身体一定要张。莫因为俺的变化前移后坐，就变得身体往前往后，俺一定要懂注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缓和一下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